天一天想你，一点一滴终于爱你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爱我一天一天想我，一点一滴终于爱我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当时光慢慢过去，用回忆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。因为不管了，别了，我喜欢他。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明星啊？我其实最开始也没想清楚，直到你开始追他，我才知道我喜欢他。合着我成你们俩催化剂了是吧？对不起啊，是我最开始没想清楚。行，就算我放弃追明星，你也不想想，你一个单身了二十多年的人，你凭什么让明星喜欢你啊？做戏要做全套，这时候不能让冯旭发现端倪。再说了，我也该储备一下恋爱知识了。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威信，然后再展现自己的魅力，让他知道大爷我就是这么帅气。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啊，你要是问我数学题，我倒是还能跟你讲讲。你以为我会让你脱单成功吗？九月我可没忘记。我怎么知道，老娘从来都是别人的心仪对象，据我的经验，多送我一些喜欢的东西，至少老娘会面带微笑的让你滚蛋。还敢找我做调查，没跟你们算账呢。怎么采访下来都觉得不太靠谱啊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科学往往是从废弃的信息中寻求真理。第一，送对方喜欢的东西；第二，展现个人魅力；第三，防火防盗防取之。嗨，二维码同学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等我啊。取之没跟下来啊？哦，他去上课去了。啊，那就好。这什么？哦，这个，这是我收藏了多年的东西，给你了。这是给我的礼物啊？对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呢，是我根据化学元素周期表多年收集的矿石。我看看。别碰！这是钠，跟水接触会爆炸的。啊？还有这个汞，它是有毒的，你也知道。还有这个锰。庄同学。我还是不要多人所爱，我上课，上课啊！你傻呀，送女生这些乱七八糟的礼物，你这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绩0-5。可是夏薇然说要送喜欢的东西，那你也要阅读理解啊，人家是让你送她喜欢的礼物，而不是你喜欢的礼物。也对，是很对，好吧？你下次不要再送什么很直男癌的礼物，你要送人家那种有一种浪漫感觉的礼物。浪漫感觉。在看英语呢？对啊，今年四级太难了，肯定会挂科。来，这是我准备的四级英语高频真题，把它做了，四级保过。真的？当然。那我试试。那你先坐，我去买2瓶水。二维码。啊？你好会啊。还好吧，这可是我经过科学计算出来的图形。肯定不会有错。二维码，二维码，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科学啊！你才傻叉呢！这
一道也没做对啊。回来了，小乐。追女孩怎么这么难？想不到我们的小庄同学也会有情窦初开的一天啊。李斌，嗯，你平时是怎么跟你那个异地恋女友相处的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。可是没有方法，你们怎么保鲜啊？他其实跟我说过，我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，我不会准备什么惊喜，不会准备太多的礼物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找到一条经验和方法的话，可能是真心。真心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每天电话聊天的时候，他会给我分享他生活里的所有事情。要是我们都遇到了困难，那我们就一起思考，一起想解决办法。他的每一条要求，我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对待。当然，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生活里的所有事儿，会说你，包括雪。说真的，我甚至像个木头。但是他跟我说过，他为什么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简单，不伪装，没套路。所以我真的觉得，只要你真诚地对待一个人，他会感觉到的。为了杜月不输给曲直，顺利脱单，看来得赌你真格的了。真诚。二维码又来了，今天见到他就想到两个字，晦气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其实是想让你开心的，结果反而惹你生气了。你真不是故意的？嗯。好吧，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是故意，原谅你了。你最近也在看这本书啊？哦，我看你看了一下，我就从图书馆也借出来了，还挺有趣的。嗯，所以我说，科学的魅力是无穷的。我看完这本书，得出了一个结论。嗯，灵魂就是平行宇宙之间的穿越现象。啊？可是灵魂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呀。灵魂肯定存在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平行宇宙。灵魂跟平行宇宙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平行宇宙就……哎，反正你也觉得我在胡说八道。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觉得你对这本书的理解挺新奇的，要不你说说看你的想法。你愿意听我讲？当然，毕竟科学是开放和包容的嘛。你说吧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。被一辆气派的小轿车接走，前往宴会地点。杏儿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同学们说我喜欢胡说八道，都不跟我玩。谁说的？我们杏儿知道那么多别的小朋友不知道的事儿，妈妈就爱听杏儿讲故事。真的吗？妈妈想听吗？嗯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。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。这句话好温暖，好熟悉啊。你怎么了？嗯，没事。你真的愿意听啊？那我讲了。啊。你看，这个世界上有特别多的平行宇宙，它们都会有不同的波动和磁场。如果说刚好有人或者是事物出现不稳定的状态，那很可能就会突然消失，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这个就是平行宇宙。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听我讲了那么多，是不是挺无聊的？没，不过虽然我现在不太理解，但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努力消化的。挺有灵性的。
好了，我到宿舍了。如果你还很感兴趣的话，明天还有第二章。好，走了。看来进展很顺利，恋爱跟数学比起来果然简单多了。傻乐什么呢你？你属鬼的，你走路没有声的。那因为你注意力不在这。什么时候跟米先生走这么近的？没有，我这不顺路吗？回宿舍吗？顺路？啊。真的？真的真的，我高数书忘带了，我回去拿。再见啊。没想到二维码是除了妈妈之外第一个愿意听我讲这些的人。走了拥有你的地平线，弹着吉他瑞咪咪嗦为你唱着歌，又想起记录着我们短暂的快乐。哦哦哦哦，我在唱着歌，你抱着我睡着了，天快亮的时刻，呼吸声也靠近了，不敢拉近的体温，爱还没有